我们请王牌先生天浩把这轮的词儿拿给陈哥啊，看一下，对照着学方便点啊。陈哥，请看题。病毒无情，人减一万，带上胡子，还有围栏。要想活到九十九，别瞎胡走。要想活到九十九，别在街上瞎胡走。可以哈，山东的。陈哥像唱起来了一样。可以来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病毒无情，病毒无情。他中文真的很棒，关键你用方言，他用自己的那个外国人的中国话，正好把这说成普通话。人见又爱，人见又爱，戴上口罩，戴上口罩，才有未来，才有未来。哇、要想活到九十九，要是想活到九十九，别在街上瞎胡走。街上下胡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棒！记住了啊，再来，戴上口罩，戴上口罩，才有未来，才有未来。要想活到九十九，别在街上下胡走。来说，人间无爱。方言呢？方言在哪呢？这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吗？病毒无爱，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。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。没，不是，人间没爱。别瞎说。病毒无爱，才有未来。病毒无爱才有未来。中，人间有爱有吗？人间有爱，病毒无情。病，人间有爱，病毒无情。哦，病毒无情。我教你还是你教我？现在病毒无情，人间有爱。病毒无情，人间有爱，才有未来。基本正确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杨迪方言啊。病毒不爱，真换地方了呢。到西北。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。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。奶是爱，不是奶。爱不是奶，是奶。你别。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。才有未来，才有未来。戴口罩，戴口罩。对，一定要戴口罩。啊，这么快，这么快。等一下，小唐，你慢慢说啊，你慢慢说。你能猜到是什么方言吗？先。你们俩能猜题吗？不要在这聊天了，两个人。柳岩，你再跟他聊一下，他就忘了。普通话。对，你说。病毒无爱，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，人间有爱。我们有更好的未来，我们有更好的未来。戴口罩，病毒啊！反正就是戴口罩。好，来，刘岩，我知道了，请说出答案。病毒无爱，人间有爱，我们有更好的未来。戴口罩。反正字对了很多，但肯定不是普通话。我先问问你，你听出来了是哪个地方的方言？因为方言题嘛。不是小唐的口音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听出来的。不瞒你说，真的从那个小木开始就已经逼着杨迪换自己的方言来着。没有方言，小木这就直接普通话。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以后教外国人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要直接上来教他们普通话，直接用山东话教他们，他们学过来的时候翻译过来正好是普通话。真的，这个他们以后的这种就叫自动方言翻译机。没错，可以歪打正着啊，累计对的字数13个。耶！第二题，王牌家族队，太厉害了。恒哥、贾玲和小彤，来三位。哎，我们好想帮他们站在中间啊。这轮呢，我们请出另外的两位朋友加入到游戏当中来，欢迎他们。哦，换了两位朋友。换了。欢迎二位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大家好，我叫 Robert， 我的中文的名字是苏赫，我是在波兰出生的，卢森堡长大的德国人。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
老婆是杭州的，哎，压力很大是吧？这有什么压力大的？哎呦，要求很高，要求很高。中文可以，找本地媳妇儿的中文再差了那不行。找不着这媳妇儿。我说的名字海姆卡拉尼，我是巴基斯坦人，中国八天。啊，刚来中国八天，不是巴铁，巴基斯坦人。巴基斯坦的老铁，哦，我中国的马马虎虎。您这个可不叫马马虎虎。来，谁在二号位，谁在四号位？巴基斯坦朋友在二号位，可能效果会好一点。巴基斯坦朋友真的在哪儿都一样，反正。好，那你就二号位。哎，什么是二号位？你哎，耳机都不用戴，没事。好，耳机都戴好啊。啊。小童戴这个耳朵，感觉耳朵比脸都大。哎，很可爱哎。我们的这像装饰，你看贾玲那个。贾玲长大的耳朵。哎，他听不见你说什么。很可爱哎。哦，他真的没听到。So cute。来，请天浩把这轮的题目拿给腾哥看一下。请看题。完了，没啥事别整一帮三催六招的迎合那卖单，聚一块闲扯离根扔，净说一些苞米羊的三七嘎的话，我听不懂，少传谣少扒瞎。这段话传给一个南方人都传不过去。你跟我们解释一下，我们南方人怎么不懂？用普通话解释行吗？三吹六哨就有点别吹嘘，啊，好，搁那卖单，搁那发呆，卖单是发呆，嗯，聚一块闲扯瞪个楞，这我离个离根楞啊，扯闲扯。聚一块闲扯离根灯，这语气助词没啥实际意义。嗯，就说一些苞米羊子，啥玩意儿这？苞米羊子我都没听过。来吧，挑战开始。哎，一声叹息。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。别整一帮三吹六哨的人，别加一加三就这种人。我觉得就教仨字儿就够了，真的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。咱先记住这个啊，最关键的就这仨字儿，没啥事儿。别整一帮三吹六哨的人，别加七抢的，搁那儿卖单儿，可能别到了。可能没胆儿，表情都学到位了。聚一块儿，闲扯离根灯。聚一块儿，谁还没开灯？净说一些苞米羊子三七嘎啦话。聚下一晃，接下被喝完了。完全乱编。少传谣，少扒瞎。少吃骄傲，少扒娇。净说一些苞米羊子三七嘎啦哈，三七嘎啦哈，没啥事儿，三七嘎啦哈，不，三七嘎啦，别，那么久，开始传递，三七嘎啦啦。神奇快乐啦！神奇快乐啦！最关键的就这仨字儿，没啥事儿，仨字儿，仨字儿，并且了，仔细回忆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神奇快乐了，比加拉拉，比加拉拉，完了，感觉好像刚刚被车撞着了。有没有一个字儿是对的？有两个字儿对了，好多是对的，你向后传递啊，去吧去吧。
抱歉了，对不起了啊。OK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哦，他中文很好。中文很好也没用啊。学习快乐了。学习快乐了。比丘，比丘，这是哪里的发音？这是法语吗？比丘快乐了，比丘快乐了，啊，神奇快乐了，比丘快乐了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棒，神奇快乐了，两个话，啊，神奇快乐了，比丘快乐了，什么？没事，就随便吧。嗯，神鸡快乐了。神鸡快乐了。比猪快乐了。比猪。比猪快乐了。比猪快乐了。嗯，还告诉我了。小童在第二趴的时候已经全部垮了。这样啊，我放个水，直接由第二棒向你传递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都同意。太精彩了，真的。比猪快乐了，嗯，比猪快乐了，比猪快乐了，怎么样？一样传得很。神奇快乐了呢？神奇快乐了。这感觉每句都垮了啦，每个都垮了啦。哎，我感觉刚刚听他说是什么生机快来了，是不是有这种？生机快来了，病毒快过去了，病毒快，哎，我你还能从这些词里面总结出这样的字，你也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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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童啊，嗯，我这么跟你说嘛，一个字连发音都没有，随便说吧。那个要戴口罩，勤洗手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嗯，一个字没对，反正。啊，那到底是什么呀？没啥事别整一帮三吹六哨的人给他卖单。哎呦，的，我们有的，对没有的，我说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嗯，哎，那不能瞎算的啊，我们四个字啊。给他们一个的吧，给一个的，给一个的，给一个。关键这套词儿也张人凡连个的都没有。哎，我只想问一下，还是不是这两位外国友人？还是，肯定是。来吧，来吧。你怎么这么自信呢？怕什么？我们要把它放在第四位，至少是第四才垮了啦。接下来是杨迪、斌哥和高鑫啊。加油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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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杨迪第一个，我花钱请他离开。杨迪第一个，你到第二个吧。OK， 我组第二个，好吧。你就少点字，重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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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看把它放到第四个会不会好一点？其他人请戴上耳机。来，听好，来，我们看看这轮的题。没视频是吧？有有有。嗯。嚯，很难吗？四川话。你别太多俚语就好。不是我自己创造，是他这么长。啊。那你尽量挑他们能听得懂的，我们只要有两个字对了就赢了。我们看一下杨迪面临的这个方言，来，请看。哎，这个好，这就三个字，这算一个好吗？铁棍儿哥都在摸，摸的又在身上抠，抠的嘴巴又甜，朝鼻子都熟，熟，你说烦不烦？我就传，对，不算不算，这语气助词哦，这一个字都不算，语气助词不算，一个字都不算，是不是特别后悔放了那个的？现在在一个字上给我抠呢。可以了吗，杨迪？杨迪可以啊，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传递开始。麻将，麻将，麻将，弄清楚没有？全世界公认最烦的东西。全世界公认最烦的东西。哇！一步一步告诉我，一步一步告诉我。麻将什么？麻将，麻将，弄清楚没有？麻将弄清楚没有？全世界公认的最烦的东西。全世界公认的最烦的东西。啊 ，OK OK， 再来一次，再一次。全世界，全世界公认的最烦的东西。
最烦的东西，来，最烦的东西 ，OK， 你来一遍。麻将，全世界最烦的东西，一个二个都在摸。一个二个都在摸，摸了又在身上抠，摸了又在身上抠，抠了又在嘴巴头舔，抠了又在嘴巴头舔，舔了又往鼻子头入，舔了又往鼻子头入，你说烦不烦？你说烦不烦？烦不烦？嗯 ，OK， 你说烦不烦就可以了。你说烦不烦？麻将鼻子嘴巴抠入，就这些。用方言啊，用方言啊。慢点慢点，别急。OK， 好，慢点。啊，麻将。一记清楚，全世界。最烦。打麻将。对。麻将。还有一个。一个二个三个。一个二个三个。让那你这个。挠痒。对。挠痒对。以后就嘴巴舔了，就关了啊！但就是你拿这个就是嘴巴舔了，嘴巴啊贴了，等等，放进鼻子里，放进鼻子里，放进鼻子里，你应该是就麻将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全世界最讨厌打麻将，不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关键的一棒来了，关键的一棒来了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我这个会哦。全世界，全电贴，全世界 world， 全贴贴 world， 哎，带英文的呢。全世界，讨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对，打麻将，讨厌打麻将。腿硬打麻将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对，三个四个，好有自信，四个，状态都不一样了，一个两个四个三个，什么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挂了。没了，可以了。全枪的，这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朋友在乱编啊。一个两个三个，全枪的，天全亮了，我的天哪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天全亮了。一个两个三个，时间到了啊！这是什么？高兴哥，你猜一下是个什么事儿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很多个，天都亮了。然后我们重复一下吧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不要乱。可以啦，无所谓啦。已经比的多了，很多个啊。就对三个字吧，一是二和个。天都亮了是怎么回事？经常有人打通宵麻将吗？哎，这打麻将在疫情期间是很不卫生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好，我们这轮是我们的守护天使队获胜。Yeah, we win. 谢谢两位的参与啊，谢谢两位的参与。居然仨字获胜了。接下来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，用肢体传递词语。哦。可以发出一些拟音的状态，但不能说话。来，王牌家族五个人。不要在意输赢，真是的，王牌家族真的很不在意输赢，因为如果硬要在意的话，怎么待得下去？来，我们请狒狒把这一轮腾哥要传递的题目拿过来看看。啥词啊？这咋比什么呀？哎，我们看看，给我们的云观众也看一下。有点难，这很专业。就算你们能对出两个字，也已经是对上一次的超越了。保研啊，越是这样越能够考验王牌家族的实力。王牌家族的什么？王牌家族的听力。对了吧，大哥，挑战开始。手机，骑自行车，脚踏车，
完美呈现，这段表演是可以的。不，这是个歌名还是啥呀？都不能给你提示。五个字，骑车，下车，搬运工啊。快递员，哎，外卖，好，向下传递，看你接收到了什么信息。如果实在找不出来信息，就把刚才的重演一遍。五个字，才这会儿就改摩托了，前一秒还是自行车。花花演的蛮好的。嗯。楚文老师真的知道是谁？他知道。反正只管演。混混混，这么多，他们每一次的东西都会增多。是我理解的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谁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快递！不能用语言，不能用语言。哎，五个字呢？啊、哦，那就看玲儿姐的了。五个字，跑下。没开始哈，抱歉。骑上。自行车放下，拿东西回来，打电话，你下来，快递，五个字儿，骑自行车拿快递，五个字儿，反正是扣给你的吧。下来取快递，接近，很像，很接近，尤其现在的特殊情况下的快递。特殊情况下，物业帮着给拿快递。九个字儿的。洗手拿外卖，洗手自取外卖。有点这意思。自取外卖还有点意思，自己拿外卖。越说越接近了。外卖俩字儿总对吧？没有，其实这个方向都是对的。外卖。都只是个方向，有对的吗？我没有。我这样，我解释一下，餐只送到大门口，然后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你自己下来取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取外卖呀！这叫什么？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写成一篇报道，你会怎么写？新闻署对面的新闻署，专业的写出来。好，专业。我是顾客。哎，对对对，骑手小哥就像保护我们城市的骑士。五个字形容，请自取外卖。顾客自取外卖。不，我今天过不去了。哎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我翻译的有一个问题吗？你看啊，骑自行车，然后到楼下把外卖给你拿到这里来，然后打电话叫你下来取外卖，没问题，全对。这个事件叫什么？它是用五个字表达的。这个事件叫点餐，打电话点外卖啊，我。好了，我们是好，没事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在场的你都知道了。我刚是问他们问出来的。我再给你比划一遍啊，比划一遍，骑手戴口罩，骑手搬运，骑手不触碰。哎，这是对的，不触碰，方向对。有了，说出来，叫做是面对面。不触碰取外卖，去个屁的吧！无接触。哎，哦，哎呦，真是什么呢？就剩俩字接触外卖。
过不去了。不要外卖，你专业一点，专业一点。您好，您的外卖正在怎么中？正在快递中，快递中，无接触送达。差不多一个字，一个，还差一个。快了，无接触，无接触到达。不是，刚才答了一个字。无接触。啊啊啊啊您好，您的快递正在派送中，差不多对了一个字，对了一个字，配送，你还行呢，你没说配配，无接触配配，无接触配送，不赖你，不赖你，这个谁也想不到，真的这个太难了，太难太难，怎么太难太难，太难了。这是王牌第一次那么多人逼着一个人说答案，猜出来了，太难了。这样，答案组我们把那个中间那个过程剪掉，直接到最后无接触。